那出完事了，了。开不了台了。好，关台了，谢谢大家。先休太息快哦。啦！没有今日陪玩。去偷偷补个习。安。不给改。等我一下下。好。二等。那我整理一下身上。好。那我去丢垃圾。那我正好正在丢。看其他东西。哦，我家可以丢欸。那我有，我正在丢在你家。我世界王的第二十回合来打一下。我正丢在你家旁边的河流。好像都很忙哦。啊，河流不是啦，这里有火欸。来不及了，我已经捡不到它了。没事，我捡。真的鱼哦。我拿斧头，这鱼不会死。稿子我拿斧头稿子喂鱼。哎，来偷回去。来喽。好嘞，是好，那回来。好、哦、好了，好来了来了，你有回到吗？还没好，我继续点啊，我继续点，效果会再回十秒啊，没事没事。今天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带你们看一下 L， 就是就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死亡记录，哎、欸、对，然后等我一下哦，好，再看一下 L， 嗯，没有东西。变成一个他背头的背，对，哦有哎、欸，背，这什么暗成就？被杀哦，对，没错，被各种生物杀，一样都有一样，就是一样的钻石的那个方式，一样就是一个钻石砖，然后三个跟八个这样子，哦，太抖 M 了吧？好哎、欸，好哎、欸，我今天就不穿衣服了。谁先把这个成就先解完，谁就是末日里面最讨厌的人。不在乎有钱呐、啊，为财而死啊！上礼拜是我们到处杀人，这次是我们到处是死、啊，要赎罪了，赎罪了，赎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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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耶，解散。副本呢？副本呢？副本哦，马上出来好不好？这个大门已经等了两周了。好，来把衣服脱了。嗯，脱掉。嗯，女神不不会爆了。那现在是不是趁晚上赶快出去逛一逛啊？没错，还好啦，不急，反正等一下也是还是会继续晚上啊。对啊。等一下还会继续晚上，什么意思？我讲错了啦，我说等一下还是会有晚上啦、啊、等一下还是继续晚上，我讲错了呗。我想说，然后你有我这么大的魔力，没有啦，今天另外的特殊活动啦，就是我在乱讲话啦。好啊，那今天就交给你乱讲话了。那还是我先开喽，谢谢大家，拜拜。哎、你自己讲的哎，哎呦，讲错话没？欸、不是啊，要白天的、啊，没有被夜妹撞死哦。啊，好吧。有啊，有吗？有啊，对啊。哪个啊？可能他后面就是还没解开来了，他是要解开。哦，他没有一直怎么显示出来。嗯，我想说怎么没有被熊猫咬死？没有吧？哎、欸，熊猫还真没有。不用啦，被狗咬死。你他不是被猫咬啊？目前是怪物吧？怪物类的，对吧、啊？怪物类的。哎、欸，怎么剧透下一个礼拜的活动？好玩，太玩了，完蛋了，突然讲出来了，哎呀，哎呀，辛苦你了，要改了，他想活动，相信的了，完了，走出来就没半只怪，因为白天啦、啊，天亮了，哎，看看有什么。哎呦，哎呦，哎呦，你在发光，阿弟耶！哎、欸，上次的还没好哦。洞穴低度不知道在哪里，哪一个洞穴？缘分到了就找到他了。那还是走走啊，那个在哪里？哎、欸，哪个？红土地形不是吗？红土对啊，可能要走一下。红土的话，我好像有那个，我想一下，嗯。我刚飞到红土了，等我一下哦。再想一想，
让你想想。我想说，我先去那个掠夺者。六三七，然后179。哦，我打给你们。打电话。喂，嗨，你好，打给我。喂，你有想赚钱的机会吗？啊、又要赚钱了，哎呦喂！你为什么在我前面倒下，僵尸 ？boss 哦，对，我在冲过来，没事没事，我刚好降落了，太棒了，白痴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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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 Q， 对，感觉降落的风潮是不是也快了？现在大概都大概不到半个月吧，感觉上差不多啊、嗯。这种就是顶多半个月到一个月而已。嗯，对啊，他红一时了，很棒啊，梦了、嗯。不是啊，现在在外面讲降落，没有人会不知道是什么了啦。对啦，嗯，大家都知道了。对，哇，真的是大家都打完猫咪了，猫咪就出现了。不然原本都猫吧，不然原本就找不到，是不是？哎、欸，恐怖好友。不是上个礼拜不是大家一直在找山猫？没有啊，那里来那里来。我要猫，我要猫，不是山猫。哦哦，那个任务感觉是常驻了，所以说不定有人没打。对，嗯，不急不急，慢来慢来。嗯，好像可以哦。我到了，有人要被掠夺者杀的吗？哦，那要有人一直站在那边呢、欸。就要轮流过去，轮流被杀、啊。哎呀，大力一点，大力这里，转头这里，对，大力，对，用力，我都没穿装了，你怎么才打这一格、两格？这还好笑，两格在那射。哎呀，多一点，多一只。哎、欸，那个嘞，啊，如果打队长那个的也是吗？好痛、啊，应该都叫掠夺者吧？啊，我怎么打不赢他？啊！我没穿装啊！啊啊！好强啊！啊！再去看啊！有，哎有哎哎我哎我有哎、欸、哦这样也有哎、欸、这样也有哦你说他有贯穿是不是？不是啦，我不会射一下，然后就掉到这底下，然后哦可以这样哦，上一个、哦、因为是被他追杀死伤害的人哦哦哦那简单了。那对啊，还有人还在那吗？还是没有？我在这，我在这，没有回来。我在那里还有吗？没有，我们要打突袭啊！你忘了吗？哦，对耶，对耶，还有突袭的东西要被杀。对啊，忘记了，我还没捡到，对，还要再过去。哎、欸，我找到旗子了，我找到旗子了。好，回家了，回家了。有被猪咬死，咬我。来，还有谁还没解掠夺者被掠夺者杀的？啊，我来了，我这里，我这里可以 TP 我。摸他，小雨摸他，摸，好、啊，小雨去摔死，啊，小雨去摔死，对对对，小雨超多只，啊，这边小雨超多，超多只，超多只，好告他，写了写了，有点恐怖，告他 ，T U C 吗？嗯。哦，那真的是要告了，等一下啦，这样讲哦。你们上我们上一次的那个突袭，那个有一个味道是跑到地狱去了啦。哎、欸，地狱去的味道是什麼，我一传到地狱，我一传进去地狱，我直接被他一劈砍死啊！哎、欸，被他杀，很棒啊，被他也不是他有的那个、欸、有钻石啦、欸，可是我傻眼了吗？他送你钻石、欸，应该没吧？你们可以传过去啦，是哟。好耶、欸！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你根本就不见了，好耶！好恐怖，他是那种什么恐怖杀人犯，是直接躲在门后面。真的，我的天哎、欸！你一进去就会被逼死啊！哇，他是 Here's Johnny 耶！真的哎，真的，哎呦哎，真的过不去，真的过不去。过不去啊，过不去。我先穿装，那个装还先拿着。对，我穿装过去。好嗨！你过去就被劈。好了，可以不要再劈我了，我走了，我走了。欸、他斧头还附魔、欸，他很强。简单。他还有附魔啊？有爆装、啊。爆装不是有吗？不是，我放防爆了。防爆一样还是5%，那一样就是那5%是还在的。可是。他之前不是会显示说那5%就直接跌到失败那边去了、那个是强率吧？嗯，强率是跌到失败那边啊。你怎么你还是失败吗？来来来，换我换我。
我要去杀那个味道师，那个贱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解任务。太凶了，我好生气耶！我刚刚在想说，就是我要去地狱被怪杀，然后我身上还有穿乔治瓦斯，乔治拿起来的瞬间，味道师把我砍死了。哦，那也乔治不见嘞、欸。啊，喷出去了，捡回来就。我不确，我刚刚在边边，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掉到岩浆里啊？危险哦。围了我这样杀他了没有啊，没事啦，再去找俊友了虽然 很累虽然很累我看我刚好是在这里你喷下去了吗？反正只要爆了他会血滴挡掉吧。对啊，他是要来吗？啊，我来了，我来了，我要下去看看。没成功，去挖我的水晶了居然是去挖水晶，嗯，对啊，红土有一个水。每日先采集完，你再开始做任务，是不是？对啊，每天先去收一轮再说。开心农场。啊，不，你要不下去帮我找吗？哪里啊？那没有，我不知道，应该在这附近吧。我刚刚因为我刚刚在上面的时候，啊，按到。最多者。那我在上面看一下还有没有？有还在。哦，睡啦，我不用冲冲了。你是冲什么东西冲很多？我好像，我修补是不是有用？你有用修补？你现在是修补加耐久五六七加耐久七。哦，那这个真的会痛哎、啊，心痛。那一只不见了？我不知道，不知道跑去哪了。哎呀。哎呀，没有，等一下不是有那个吗？突袭，等一下要突袭的话也可以了。啊，哭啊，我死了。啊，哭啊，而且还在吗？还在。哎、欸，我走，我回家了，好，在你家好。我还活着。但我不在那了。没关系，我再睡过去一次。嗯。然后新增了一个石头。嘿，石头。锁能石哦，锁能石，它是会把如果你有装备里面是五条属性的哈，会启动锁住其中一条，它是随机的，哎、哦，你可以去躲锁、哦、住之后呢，你再怎么重置怎么去洗，它那条就一直都在了。哦它是随机锁吧，还是可以固定？随机锁，它可以多用一次一直变吗？嗯、不行哦，一次、啊、就只能锁一次，有像魔石吧，你就定了，嗯，对。哦、好的。嘿咻。既然那个斧头怪不在了，就可以脱装进去了。不用怕了。斧头怪人。没错。斧头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吗？嗯，不好说哎、欸，我也不清楚。你说呢？我没说什么、啊，就搞不好怎么认识、啊。你觉得呢？你觉得是什么？你有认识哦，好酷哎、欸！对啊，酷吧？我也很想遇见认识这个酷酷的人。你可以介绍一下吗？他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他在十二月五号哦。哦哦，所以他只有那天会出现哦。冬天出没的，限定的麦克先生。所以你跟他不知道在几推出，想跟他聊。他出场会有音乐吗？嗯，搞不好有，他有好几首。好几首。然后只要他出续作，他就有新的歌，好吧？哦。顾伟。哇，很多主题曲。海龟汤。加油！优一加油！我优一加油。哦，优一，优一加油，优一加油，优一加油，加油，加油！有了，哦，有了，有旗帜了。他是在家吗？我在，对，在家。我在。突袭了耶！我们家突袭了，完蛋了，要突袭了，这么快啊？我们要被灭村了。好啊，好啊。我们家突袭了，脱装。那个抖 M。脱装。为什么地狱门跑到这里来？哦，对，那个是我弄的，抱歉，因为我那时候地岩上面有放一个地狱门。
我已经放了一个月了，没人发现，谢谢。我想说，他怎么在这里？他放隐藏的很好、欸在哈基家那边。打我！你知道我是刚刚飞起来之后才突然看到说，怎么这边有一个门，只是我没有讲出来啊。这两个，这两个我都被打过了。我是出来，我从地狱出来的时候，我怎么传在这里？那先打掉拿十字弩的吧。等你们都弄完再那个、啊。不要大家用缺斧头的，斧头太恐怖了啦，斧头太恐怖了。对啊，两刀他就砍死了呢，他打也是很痛的。哦，我死过了。有没有怪人？我刚才有没有女巫啊？女巫要没有这波没有这波后面波数。好了吗？好了吗？大家好了吗？打到下去都下去玩了吗？都玩过了，玩过了。他绿绿的，他绿绿的。跟大家提款一下，要放一张床在这边啊。嗯，这个床比较乖。你先借一下阿基的床。是让我看，我看到了，看到了。他一直在哪里？我看到他要干死我了。等一下，今天是哈扣模式。我看到他要干我了。哪里啊？死了死了死了！打完了打完了。那现在就要呛他死爽没？爽。哎，爸爸，没听到，绿门后面吗？副本门旁边，他又进地狱了，跑进地狱，哦，又传进去，小坏坏，哦，这里的应该都可以打掉吧？这一乱的直接打掉吧，没看到特我们需要的，对啊，哦，今天怎么本来特别的，因为卡卡的，哎，我还好，我还，今天就会突然卡住一下，一点点瞬移，雨天的关系吧，嗯，有下雨吗？最近不是说那个现实下雨啊，现实下雨啊。哎，可是我高国中的时候，家还在家后面。我国中的时候，老家真的是只要一下雨，我们家玩物就会有女巫，有女巫，有女巫。下雨是真的会影响，没错。哎，不要被那个围刀哦，很不爽哦。有劫回收，有劫回收，撞我这么多，让我一路撞，一路撞。劫回收过来，我有没有被水桶打过？劫回收，劫回收，被水桶打过。哪哦，这是人哦，他说这是包子，这是包子，这是包子。有人谁讲死吗？他在干嘛？他伪错了，他怎么了？你鞋中了，哎，不要晃。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呀？哎呀，是不是驾驶不慎他坏掉了？阿杰，哦，有了，有了，阿杰，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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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杰撞一下，阿杰，女巫嘞，阿杰撞一下。啊、没有看到女巫哎、欸！然后你说哪一个姐？我来了，你说这个吗？啊、谢谢。有刚刚是有女巫的，我看我听到药水瓶破掉。啊，有女巫，刚刚有女巫。啊，怎么人在这里啊？好奇怪的地方、哦。女巫嘞？女巫嘞？女巫嘞？等到他要下去游泳了吗？阿杰、欸，阿杰买他了吗？阿杰买了，哦，要修。还有人没被阿杰撞过的吗？我撞过了，撞过了，撞过了。可以杀他了，可以砍阿杰了。撞过就杀吧，大家都还没，还没，还没，是不是啊？阿杰还没，阿杰还没。他女巫嘞，他女巫没看到女巫哎，不是太闪了吧？那我先被旁边的怪物摇一摇好了。好啊，那我来找安德了。找安德，找安德。然后没有机会受。哎呀！我怎么是被劫回收弄死的？不要尾刀、欸！我怎么被僵尸尾刀？过来！我是尾刀姐。对啊，太尾了吧？那就砍掉喽！砍掉，砍掉！他是追着我，他是咬我啦！等我一下，等一下呢？不怕，超强！哎，我们劫回收！护工，是尾刀，七颗。耶！ Yeah! 所以女巫还是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去哪了，没看到。扑的，这两只。哎、欸，你为什么刚刚看我的阿奇？我们中间就把他打死了。药水有，这附近有药水，再丢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喝隐形药水吗？没有吧？喝隐形药水，没看到吗？我记得在哪里？突袭不会丢隐形药水、啊欸。我听到了，我有听到他丢。他、弟弟是不是在空丢？对，他是不是？这里有药水在丢，他一直疯狂在丢、欸，在下面。他一直在丢。对。需要拿钟来敲。拿钟看看。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在哪里？有洞吗？啊，不去。我们这边没洞是不是啊？会是上去吗？这里有粒子效果，这边有粒子效果，好高、哦！这里面呢、啊，这里面呢、啊，他怎么跑到那里面去、啊？不要打他！不要打他！ Oh. 不要打他 ！No， 放过他！他为什么会跑到这里面呢、啊？不知道，摔进来。不知道啊，旁边有路可以走是？这里这是哪里啊？ Oh. 他怎么走到这里的？他怎么比我们还懂路？要怎么走？太厉害了吧！完了，走、哦，很丢一下。对，这边有那个烽火台、欸，好像堵不死哎、欸。可以啦，可以啦，他会丢伤害，他会丢伤害，丢伤害药水是直接。对、啊、他会把自己丢死。不会，我怕他自己喝回不了，自己喝水。而且他被污，他被那个啊药水丢到的那个效果会减少。对，哦、减80吧，还多少？打力，不用怕他会死。悄悄，吹爆气哦，吹爆气，吹爆气。啊，又一个女巫最光荣的一天，对，高光时刻。我怎么那么强啊？哦天，哇，这是全麦块最强的生物了吧？这人好猛哦，很强、啊。到底要丢？你知道不要丢？是 CD 是不是？谁干你？安德，哎呦喂，看见你了，安德，看见你了，我看见你。因为是不是懒得去那个中介那边？哎呦，干啥？主上介有就让他打一打就好了、啊。对啊，好像有道理，所以我也来了。啊、他在旁边，那边。哦，还在旁边哦。他在看我，他在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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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啊！你给我搞笑！你刚说什么？我说看我。哦。Looking， 有亮亮吗？女巫都打完了吗？女巫都处理完了、啊。我处理完了，处理完了。他那可以把它收掉了，应该可以把它收了吧？收的吧？他爽完了，该还债了。他开心吗？好，我哎、欸，我怎么是安全着陆？我以为可以安然着陆，我差半颗星。哎，怎么在这里？哎，我那个酷酷的钟呢？哦对，钟。下一个剩幻魔者跟毛鬼。哎，他几家？幻魔者跟毛鬼。看一下有没有。没有。哇，可惜了，那就全杀掉吧。他外求过了他们。哦，谁刚捡了我酷酷的东西？什么酷酷的？酷酷的东西。不知道，石头，还不知道是什么石头。我知道。来看看这一轮会不会有？是第五吗？第五的话就有那个啊。嗯。感觉幻魔跟脑鬼在哪里呢？哇、哦，好多、哦！在正中间，正中间那个根，那个种植物旁边，那个根。哈基家，我把你到哈基家前面了。幻魔者，哎呦呦，幻魔者，幻魔者，先把其他杀掉，留幻魔者好了，没错、啊，太干扰了，太干扰了。啊！好啦，你就输过一道，开始你们的表演。脑鬼，对不起，你绿绿的。哎，脑鬼来打我。耶，脑鬼先。脑鬼先。脑鬼。哦不，幻魔者。幻魔者，快夹一下，快夹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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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快夹我，快点夹我。每个字对，在搞错哎！好了，这样就好。脑鬼在搞，等一下，好靠近他。脑鬼是不是要处理掉？哎、欸，我们是不是拿岩浆先烫自己比较好、啊？耶，幻魔者，脑鬼、欸，他坐下来的，可以、啊，他坐下来说对啊，可以打、啊，怎么了？会有脑鬼，我被来，哎呀，脑鬼可以打啊。不要打死他本体就好了，你知道吗？会被干扰到。站在树下面一点点。啊、不是，他会穿墙，他会穿墙，对，他会穿。啊，脑鬼好麻烦哦。应该先烫一下。哦，被脑鬼杀了。不是，脑鬼太、欸。有人需要烫一下吗？脑鬼，烫一下更有活力哦。嗯。越烫越开心。蜘蛛洞穴，蜘蛛。不搞错了啊！怎么被烧死？哇，哇，这个觉得这是最难的，好难解哦。我觉得脑鬼太干扰，好恐怖。我绕圈圈，绕圈圈，绕圈圈。我还是要先拔掉、啊，可恶。
啊，臭脑鬼！脑鬼哇，脑鬼在那边，在那边嘻嘻哈哈乱叫尾刀。哎、欸，可是脑鬼我们可以洗石头哎、欸。哎、欸、对耶，你要养这只吗？尾刀鬼，哎呦，他都留下来好像，可是这个图形会卡住哎、欸。嗯，你是在哭啊，脑鬼啊，太恼人了吧！这样子有命名牌，要请他来，还是把他带到旁边去？可是这样能脱离图形吗、嗯？不行啊，图形这样没打完。那就算了，啊、没关系，就砍死吧。No， 好，阿旺砍我一刀。一刀，哎、欸，带大刀了，哦、一刀啊，一刀一刀就下去了。哦、oh, 不，你要输也给你血呐、啊，解掉了耶， yeah, 我开心啊。一刀一个小，我的水，我的水水，我还没解的呀、啊。砍一下一刀吗？不要不要不要，够够够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要、欸啊、不然几个、嗯、啊啊啊啊，谁给我一刀快？我给你一刀。在哪里？我给你个，我给你個。我在。会死吧？会死吧？会死吧？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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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不要！是不要！老鬼，老鬼，你被老鬼打死了。原来这个任务才是最难的。对啊。好难哦。逍遥，要不要给你一刀？啊！太大刀了！太大刀了！我不是我还没动手啊！有了，有了，有了！我觉得你还没动手，你等他手挥挥挥的时候，你再靠近他。有了手灰灰吗？对啊，你先残血了。这旁边太多白痴脑鬼，我来帮忙打。白痴脑鬼，穿我们可以解完了，可以穿装打脑鬼。对。哦，那打不准呢、欸，那很废、欸。给我坐下。哎呀，没打到脑鬼，可恶！白痴脑鬼，帮解放了一只脑鬼，白痴脑鬼，这很恼人呢。他如他的名字一样啊，真的不错啊，耶、yeah ！哎、欸，我快死了哦！你要去哪里？感受到你的怨气哦！你这样会不会痛呢、啊？过来一点，哦， oh, 有脑鬼坐在上面了！快了，快了，快了！半血，半血！那快给他一刀！已经群攻，群攻！他咬歪耶！有了，有准头哎！不要再咬我了，我死过了。这个时候疯狂咬你啊！幻魔者招脑鬼有上限吗？有。他不要用那个斧，用那个斧头砍你。你血还多吗？不是，他一直咬不到我。我死一滴了，我死一滴了。碎碎碎！耶！郑小雨，郑小雨，有放肆的脑鬼，有放肆的脑鬼！哎呦，有了！都解完了，我解完了，解完了，十八。OK， 耶，通知十，耶，耶，那应该吐血的东西都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嗯，我就问为什么换我们吐血喽？有个西瓜在这里，好吐血。可能是女巫想要吃吧，啊，对啊，你看女巫带药水的东西应该蛮正常的、啊，整块、欸、西瓜砖呢、欸，放在地上，他可以做很多品，他可以做现打的、啊，也是蛮贪心的，现打的，现打，现打出鸡蛋，现打。现打出奇蛋，现打吧，出奇蛋，把奇那个出奇蛋开箱了，现打，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哦，还有突袭，对耶，我忘记了，我忘记，突袭还没打完，对耶，对，我以为是最后一关了。咬我，对，独自做快，咬我，用力。哎，快点 ，TP TP， 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读书了、哦。我要去，我要去。哦，瑞，胜利了，胜利了。好，我们可以收工，收工，收工。好呀，好呀，我靠，收完。好耶！要把我尸体还在。真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对，尸体，尸体还在，尸体还在。哦，来了，耶！啊，哎，需要手摸一下吗？需要手摸一下吗？你去那个哈蒂他们。哈蒂，
对不对？哦，哎呦，去找珍珠，然后回家，需要摸一下吗？好好，摸摸，摸有人需要摸一下的吗？摸我，摸我。我快往生了，他不会咬我欸，等他，他看别人啊，他看别人。哎、欸、哎、欸，不对，地狱门那个斧头回来了，对啊，他走一圈回来了，好，这应该可以直接解决掉了，我去砍他，可以吧？他没有，这一次是你两个同伴，然后带一个会射弓箭的，对，我觉得是有人闯进去，有新伙伴闯进去，你知道吗？新伙伴，我加入你们，真的过分，我进去砍人了，好狠哦！我没有把他打死，我把他打死，好好，你可以直接进来，耶！请问还有人需要毒蜘蛛的吗？没有了，那团长去哪了？啊，我要去中介啊！哦，你要丢杜宇吗？我要丢中介门，中介门，哎、欸，对，有杜宇吗？对啊，去你们要去摸嘛？哦，反正中介蛮一只可以大家享受啊，两分钟，爽两分钟。哎、欸，对耶，没有被杜鱼杀掉的耶，还是没开啊？应该看起来不是。往后吧，往后面的，在后面的哦。是有中介嘛吧？我去丢中介嘛。没有，我现在要去了，我们在路上了。去丢，好啊。有人在打 BOSS， 可以让我尾吗？你要尾吗？可以啊。对呀、啊，可以来分吗？可以分一点点。你已经来了没？你已经到了吧？到了。等一下，我尾了，我尾了。好，你尾。你要先确定一下身上多少颗哦。我身上没有东西。好。哎，十六个，这怎么会有个地狱门？我要卷，我要那张卷，那张卷我本来是很重要的。看到那个地狱门，不是，我是直接传到那个地狱。我拿一颗就好，我拿一颗就好。我直接从这边传出来、欸。哎、哦，不用。你说我家的树上吗？对啊，那个已经就说啦，存在一个月了。那个存在一个月啊，因为没有人会走正常地狱门回家了，所以没人发现。没有人从那边传回家。哎、欸，不是。好、啊，你在乱看哦，团团。我没有，他自己就莫名其妙来搞我哎、欸，问号。哎、欸，要不要回家丢？哦，也是哦，在这里丢好像没有很好哦。对啊，那我回去了。嗨，你好。哎、欸，我就来大广场丢好了。他应该不会被太阳晒死。不会啊，不会。嗯，对，应该是不会。你可以穿个轻盈鞋再丢。但是他在附近，他在附近不管有没有人的状况下，两分钟内会消失。对，除非你命名。好的。哎、欸，来了，来吧，来吧，各位，来了，两分钟是来了。哦，你们很强哎、欸，我还没丢到你们就丢到嘞、欸，好会丢、欸，完了。我先帮你们打一下，这肯定痛的、啊。好夸张哦！打我，好，打我。好了，过头了。不是他拳头揍我六下之后，拿剑出来打了一下，直接扣了六成。哎，好意思。还有需要被打的吗？来，好停，谢谢。好停，好停。哎，我帮你控，哇，我帮你控制在剩下一颗星。哇，你很猛哎，血量精算呢，精算大师。还有人要吗？他绿了，他绿了，好死了，被我杀了。你要拿那个酷酷石头了，对，是喜能死，繁星给你，哎、欸，干嘛？是你家的血血哦，遗体家的石头，残骸，宝玉、欸，他不是说那个其实是龙身上的结石吗？对啊，讲的超没价值。水喝多点啊，魔物。巴拉巴拉。其实魔物都讨厌喝水。哦，对，好烦哦，我可能又要开刀了，我好烦哦。你是说你的痘痘吗？那颗痘痘啊。可是你不是你都很晚睡吗？我没有了啊，作息已经、啊、也不是说晚睡，就是都有睡足八小时啊。哦，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早上睡起来，就是你如果是有满八小的情况下，你是睡到早上才起来，其实真的有差。嗯、啊、嗯，哎、欸，刚刚
月月想说其实。其实主要是你的作息不要一下早一下晚。哦，那没有没有没有。就比较好。繁星的话，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应该说你已经这样子很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有的。对啊，因为每我已经额头那颗，不就眉间那颗已经长了三次，都是那同一个地方，它都是大脓痘。啊，可是我是打的，是不是就是你去开刀的时候，他没有把那个哦不痘痘那层弄干净？我之前开刀是下巴，现在是长在额头。哦，对啊，如果同样的地方一直复发，就是他可能当初清的时候，他一定是在那边当农场。别说他是当农场，你开刀的钱，对，他就例子是不是？没错，他就留一点点，然后让他再重新再长。对对对对对，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子。好狠，好狠哦！不会吧，这很坏。因为如果是囊肿的话，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它里面那一层如果没有弄，对啦，就是没有弄好，它就会在一直在复发。对啊，可是其实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就是。虽然很多确实很多都是说，就是不管怎样，你只要作息固定，有睡满八小时就 OK。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早上你睡到早上起来，就早比较早点睡，然后睡到早上起来，真的差蛮多的。对啊，我觉得固定作息就 OK 了。嗯，没有没有，因为同样八小来说，我现在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现在的状况，我必须要早睡。我真的觉得我的皮肤有好一点。我也觉得我的皮肤有好一点，对，这是认真这样觉得。两个作息正常的，对，我是认真有这样觉得，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呢，其实我以前都是固定作息，然后有睡满，而且甚至还睡比较多，可是皮肤有时候就很糟，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你的身体的代谢时间还是固定在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没有，我最气的是，妈，猪不瘦啊，猪不瘦好，不对，不，猪不瘦啊，猪不瘦，对，有，我的尸体还在。啊，来了！谢谢你。还有个僵尸猪不瘦是什么？哦，那个要把它运到那个县市。哦，对，有尸壳吗？还要去沙漠吧？咬我，咬我，尸壳，加油，用力！哇，我再去记个点。来了没？来了没？有人来了没？到了，我到了。重生。来了。我就是被猪布林杀死，白痴。不是猪不瘦，对啊，不是猪不瘦哎，好吧，那我先解这个。哦、啊，他怎么不猪不瘦？谁还在？我帮你。我还在。好哎、欸。但他不理我嘞，为什么？你用手摸他一下看看。嗯。等他被摸过了吧。哎、有用有用有哇！这只绿绿的、欸。不是另外那只我摸了他三下，完全不理我，然后我去摸另外一只，他就走了。No， 我有了。生性喜好和平。嗯。善良的猪，不要。善良猪猪，想问一下，有人酷酷的速度光碟吗？嗯，速度光，我是有一个啦 ，S 1的。这次是不是最低阶就可以了？我 S 3 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这次猪不瘦是不是坏掉啦？他现在看到的是跑、欸、很和平的不打人。对啊，我刚看到的是跑哎、欸，不是打我，是跑哎、欸。他刚刚就是他揍我一下就理我了。感谢。你们黑曜石 啊！你又要飞那个？哎、欸，你不是刚攻？没有，刚那个地方，抱歉。那你那个稿子先拿回去。没事没事。哦啊！怎么是猪布林？尾刀又被尾刀了，又被尾刀了，哭了。那是猪布林。因为原来那边也是会有被尾刀的感觉的那个风扇。嗯。你没有你，我看到八八十的瞬间，来把它默哀一下。嗯，我把发发的肉藏起来，发发的肉藏起来，发发的肉放在那个奇怪的下水道门口。然后出去找只苦力怕。哦有哎、欸，后面解锁了哎、欸，有差。有看到杜宇、嗯、没有？还有提早解锁的，是你先解到后面去了。对，哦，所以你斯克啊，斯克就很后面。对啊，哦，那、啊、我直接去找杜宇。原来可以提早解锁，我以为一定要开那个分支才可以解。不用，应该很难，应该很难。没有，就像你，
就像你麦块刚玩的时候，去其他的那个伺服器啊，啊，别人直接丢什么钻石装给你，就直接接到那个用钻石包覆我啊。对啊，也是啦。杰克深海守卫，还有没有我的？你说要被深海守卫打吗？是吗？你呀、啊，才刚回要回满血，那所以那等你有空那里有深海守没有啦守？没有啦，哦哦哦，也有被深海守卫杀、啊，你们可以去啊，对啊，有啊，一个是远古，一个是一般，嗯，哦，远古了好像还没杀掉过。要再砸一回，这我也还没杀掉。我最近不是有开那个干爹妈服，就是这个轻松生存的。嗯，想说嗯，就是没有装任何插件什么的。然后最近又传出又有偷窃行为，又有啊，又来要偷什么？不知道这个能偷什么东西啊？应该就是各种石头、钻石之类的吧？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就。你知道我就只是这样打说，我对面其实 我找到东西，找到是谁，然后但我没有讲是谁，我就想说请他自己来自首认错，不然他隔天就把他踢掉了。然后我刚就这样打了一篇出来，然后晚上到现在刚刚有三个人密我了，哇，三出书哎，有原执法，都不是那个人，那个人还没出来。欸、对我想说做三个哎、欸，你要不要说还不止这些哦？赚烂喽！你太早讲了，搞不好可以再抓三个。对，你应该说那个人还没来自首，请他快点来。嗯，然后现在又多三个人呢，再多三个。那个。就是内传法，就是可能你攻几个人，然后我就免罪于你。我说五点真人，这边有杜鱼，这边有杜鱼。哎、欸，我杜鱼解了，还没，一定还没。哎、欸，不对，我咬嘞、欸，你咬它？被咬了，被咬过了，被咬过了。你咬杜鱼？好吃不？杜鱼感觉很多骨头而已啊，骨头吗？杜鱼不是，然后我以为杜鱼是虫哎、欸，我觉得吃，我觉得如果真的去吃的话，吃起来感觉是臭臭的。啊，应该不会吧？应该没什么肉吧？很潮湿哎、欸，感觉现在很潮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吧？你还不会？杜鱼是、嗯、杜鱼应该就是一堆外骨骼而已吧？你知道，那我们这个住宅，我们住的这边有曾经有出杜鱼过吗？啊？你是在哪里看到杜鱼？杜鱼很多。就衣鱼啊，就是书里面或是橱柜里面的纸箱啊，那些有就有机会了呢。对哦，啊，所以我们、哦、我们之前僵尸他们在那里跑出来啊，不是在我房间啊，就是那个我电脑还在我的床那个位置的时候，哦，那时候我在挪的时候，你怎么出了一个就是小小只的，看像杜鱼，哼哼哼，杜鱼多大只啊？很小一只，大概0.5公分而已吧。对对对对对，衣鱼。就像他衣鱼啊，他有点耳心，还好嘛，就是小小一只小虫虫，对对，扁扁的小虫虫，也是啦，不要跑蟑螂就好，对，这边倒是好像还没有什么蟑螂哦。你讲出来了，所以你今天就是最近就会有了。没有啦，之前还是有蟑螂啦，我处理过好几只。他们躲起来了，你看不到，看到就完蛋了。其实都是雨月偷偷把他们抓走了。你知道，你有偷米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搞不好他把它抓回去，然后叼到你的脸旁边。对啊，就猫咪不是都会这样吗？对啊，你养的猫的报恩，对，1957，然后就直接抓一只送给你。对你一定喜欢这个礼物。养偷米不如养个云月好了。什么东西？哎、欸，不是伙食费不一样呢？我想一下，云月不会趴在你键盘上呢。啊，可是云月比较不挑食、欸，云月不挑食啊，云月很不挑食哎、欸，云月比较不挑食哎、欸，他什么都吃哎、欸，宣传是不是？现在是要比较，那养一只偷米在那边吃罐罐爱吃不吃的，爱吃不吃？你看云月晚餐会爱吃不吃吗？不会嘛，你不吃还可以拿给他吃哎、欸，一直是云月吃罐罐哦。我可以吃人吃的罐罐啦、啊。
海剑吗？海剑吗？上面能看吗？那是惩罚吗？贵剑吗？贵剑吗？卷轴有更新吗？啊、有小更新，就是他那个显示的、啊。哦，好像会变红，会比较直接，红就会叠不起来，书本叠不起来。对，哦，新旧书本，嗯，新旧书叠不起来。哦，然后我刚刚体验的副本，他哭功是在缓速箭矢、欸，哎、啊，他是流什么？我刚打这只，哦，天哪，动不了。那是我拍，跟之前不太一样。然后烽火台要挪过去。如果要挑战，可是他是在半空中、欸，哎，可以啊。但是烽火台是垂直的哦，那可以搬过去，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半空中，这样也有挑战性了，感觉他就在那个门的正上方哦哦，在找沉思啊，你在找沉思，都不出来，对啊，你知道我在找什么？我在找 Jupe Show， 嗯、欸，你还没找到，我要没有，运到现世哦哦，你好棒哦，把变成朱师手，好棒哎，没错。哇！可是，然后运过去再把自己那个先砍掉他。没有运过去之后，我们就要接力啦！大家都先轮流被杀死。嗯，在嘿嘿嘿。有人哦，流毒可以踢你吗？哦，我是流毒，没有在家里的那个啊。其实家里的那个下面就有了，对，真的假的？对啊，我只是先把那个半砖先拿掉而已，然后蹲一下就好了。诶。你就回来了，我想说，嗯，杜宇好，回来了，就跑过去那个传送门那边。都没有啊！我想等一下还要把半砖叠回去呢。等一下，拿着塞回去。你其实可以对里面丢中间珍珠就好了。哎，那我半砖先放在底下箱子。好。哦，小只的哎、哦，好多人，小只的也算吗？好像也算。排队被打。小只的什么？猪不兽。对啊，可是等一下，小只猪不兽，你可以多引几只过去啊。对，可是哦，我刚哦有那个大只的。我偷血哦，小云血够吗？哎、欸，可以，可以走一下。我是怕错姿色纹，你知道吗？这样子可以再走一下。哦，骷髅弓箭手我也还没接，好啦好啦。好惨哦、喔、OK 吗 OK OK 阿旺可以帮我把他困住吗要把一般的打死对你把他先困起来你把他先用方块困起来快点我要死了那个团团 你看到绿色蘑菇你对你脚下放下去跳下去你快跳下去我跳下去好耶走啊可以摸我下去了吗、哎、呦好下去走啊好等一下还要吗哎呀走下来了我来盖门了走出来，盖门！太多，我都可以了。先把楼梯带走了。对，我但楼梯掉到我身上了。等一下，我过去。嗯，啊、他死了、欸。没。哎，那先补起来，先补起来，先堵起来。哎呦！哦，那个，掉。你、欸、先别打，先别打。要粉血。喂。哦，他会变成是那个是不是？粉血还在啊。看起来这样，他的那个阶梯在我这里。你要让他冷。快，谁要凋零骷髅？哇，我的尸体还在，我来了。等我一下，我放温。我顺便去尾刀，我顺便去尾刀。你顺便去尾刀。我先挂这一下。我把塞进去。欸、要怎么把它放？不要再毒了，不要再毒了。我阶梯放在箱子里。他还没有好哎、欸。好，都好了吗？我要冲上。他要抖一抖，然后等一下抖了，他就抖一抖。对，快点抖一抖。练神呢？练神是不是还没？我做练神也是。没事，再过来。我在，哎，这里，骷髅在这，不过有岩浆。骷髅在那边。哦，有还在抖，他在抖，他骷髅对面也有啊，对面也有一只啊，他绿绿的。先找骷髅好了，我先找骷髅。这里。白痴啊！谁能提醒我一下啊？算了，没事。都回来了吗？还是有在那边？僵尸村民，有人可以踢我一下吗？我来，来了耶！可以，刚用到一半，我踢你了。好，有。跑了跑了，好了啊！下面也太多只哦，走开！哎，旁边有两只大只的。嗯，我是不是来错了？抱歉。没有，因为好像
哦，你们要找刚刚那个堡垒吗？刚刚堡垒这边飞过去而已啊。其实飞对很近啊，其实很近。走可以走过去吗？没得回呀、啊。好像走得过去也可以，可以。我应该有围好吧？应该是有。你这样二乘二的地狱门哦。哦哦，那再往上两个，哪里怪怪的？太小了。好像哪里怪怪的。你怎么盖完？材料还够？哦，没有，因为我其实什么材料有多？我其实。没开地门，那你骷髅还有人要吗？哇！对我跟他不熟，这里。好、啊，我先给他杀好了。哎呦！看我哎、欸！我先飞走。有，好，我杀，我死了，我死了。你等我一下、喔，我帮你。有优野。有人要凋零骷髅吗？哎呀！熊团猫猫，我来了。当兵，让我飞喽。你看，我把他爸妈带过来了。好多只，好多只，好多只。抱歉，我回来了。哎呀，没事。我再去放不了哎、欸，哪一个放不了？他放在你后面，你放后面那个绿红红的上面。我、哦、要放在红红这个草上面。对你放是不是？对，嗯。好，有人要被鱿鱼炸的吗？鱿鱼，鱿鱼。这里有一只很近的，有没有？团你要不去？我已经帮你顾一下。我已经炸过了，我已经被炸过了。我来了，哎呦，我也真的很近哎、欸！你那边要开路，你后面更近，你后面更近，我后面，头上，哎呦，哇，真的很近哎、欸！快看我，小孩是要这样啊，等一下、喔，他会怕死我。哎哎哎，等一下，啊？嗯？他怎么跑出来了？没有，因为后面刚刚这边没有墙壁，他叛逆，所以他闯过去了吧？没有、嗯，他冲过来，他跑出去，他冲过来，好、哦，好、哦，那这样子，哎、欸，那我这样子，来，摸一下，来，摸一下，他走好慢，他跑走了，他没有跑哎、欸，为什么、啊？等一下你地上有放那个吗？没有吧？我没放啊，为什么？你们在引什么？猪不兽？你们在引猪不兽啊？猪不兽会主动回避地狱门，哦，快！欸、不要围大圈一点呢、啊，围大圈一点。我要用坐船把它运进去。我用船就好了。哎、欸，对，其实用船就好，不用那么引。对，我们在想什么？猪不兽会主动避开，我之前引了很多次，引不进去。我之前我那个时候在伺服器的时候，我是用香菇硬逼它进去啦。哦，是把它推进去。香菇。对，就是它会远离。团这，团这。哦。哦，有了，这只是友善的哎、欸。哎、欸，可是他不会做、欸，不是不是，你不能、你要这样子，你要让他前面一点。等一下，大哥，快跳下去！好，我先去他们那边。嗨，这里有史莱姆，有史莱姆，哦、我去史莱姆，史莱姆啊，是搬的还是岩浆的？岩浆的，他怎么坐不上去？我回去喽，减肥。是大哥怪怪的，上面十字，那是这不做对不对？他记着，他记着。哦，就刚刚那个岩浆那边那个，快烧我啊！小只的哦，小只的可以，有小只的上去。那我把它载过去了。小只的会咬人吗？会吧，我记得会啊。但他咬个一下两下，然后呢就不咬了，这样。他要过去吗？他还转头哎、欸。没有，他船上不会传过去，要把他那个埋起来。那等一下哦，八结果。我好，我要走到哪？这里。好，谢谢。往旁边。好啊，都这样啊，我每次都点九下，是。有了，你成功了，进步了。哎。四六七下，哇，七下！要把它盖住吗？要把它，就是只让它只有这一个。那個、对。好，可以过去吧。啊、没有哎、欸，为什么？它后面还有一个。哦。因为刚船那边我没办法。哇，被它捂住了。它很无助。这边也隔。哎、欸，他走了。他走了，阿发。啊，抱歉，我想说啊，我知道，还是我们要围一个门，实验门。远离香菇是不是？他没有、啊、会远离香菇啊，但远离香菇是有香菇驱逐法，可是比较麻烦。
没有，因为我刚刚拿了一香菇过来。没有，你手上拿香菇不会不会怕。那种在地上才会。还有绿色菇菇，还有绿绿的。哎呀，不然你船开太下面又开不上来。完了完了完了。他在追我，一定要小只的吗？还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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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不过船呢、啊？哦，对，我剩半颗。刚刚一直拿船给那个大只的做的，不错。船被开，船被开走了。我会弥补我的过错的，我先去，我踢踢你。阿爸，你多做几艘船呢、欸？好，我有那个，我有木门，哦，木头不是木门。不然我先、啊、对，那个门是还没有人穿过去过。哎、欸，对耶，我去穿穿一下。穿，搞不好是因为那边超多、啊，因为没有人穿过去的话，那个东西穿不过去。对耶，忘记了。哦，居然是你！哎、欸，你出来吃了啦，白痴哦、喔！好眼熟的地方哦、喔，天啊！不是哎，我们怎么直接穿到洞窟里啊？哇，探险喽！我们穿到洞窟哎、欸，好猛哦、喔！好，回去。对，我们带过来之后直接开始挖矿。哦，这边是空的，那就把它铺起来。好，没有铺一个平的，因为船不能上去。走开！哎呦，哎，怎么砍他了？哎，是有假的。哎，小雨断线了。没有没有，有假的石头挡住我的。哦。没有，他刚刚攻击我，我啊你就死啊！啊，真的吗？你就死。哇，这个要活塞嘞！哎，啊，吓死我了！我想说你挖掉，啊，你挖掉，哦，你挖到这个高度哦，好好好，因为船在这个高度，没有可以，没有办法，可以再把这边围起来啊，再垫高，它往上垫的，有没有？哦，也可以，然后先把它移过来，对吧、啊？反正现在堆个两格高嘛，那它可能就会站在那个在一格高的位置。一格再一格，不要上手！等一下，我腿这只打我，就你快，对，就是你。你的尸体还在吗？耶、yeah, ，你还在，还在。哦，你就电我，快电！那团等、欸、你死了，等我一下。好。他很那个哎、欸。哎、欸，就是谁还手啊？那我把小只的，你可以再来一次啊！你可以再来一次啊！哎呀，这个尾刀。鬼刀狗呀、啊那個、我要淹死了，我是要淹死了，白痴，反将军烂的死了，帮你处理这小子的，下我把旁边我挖一些，反将一军算不算啊？反将一军我把上面都围起来，溺死也算了，哎、欸、我把你围起来了，所以不用怕他会出来了。好，他过去了回来看我，对耶，看我反将一军看看哦，他过去了吧，那我可以开门了吗？他死了！我装备没很强吧？我用床打他哎、欸。对，你普攻应该也很痛吧？哎、欸，啊，他刚不是闯过来了他嘞？去找另一只吧。好、哦，我的错、嗯、啊！对，我要弥补我的错，他不见了。哎、欸，猪猪嘞？对啊，他刚闯过来了他嘞。他没有看到呢。该不会又是小只的、欸、小只的闯过来？应该是会变成僵尸啊。这里的洞窟其实有点大，刚应该先堵的。没有，刚有来过了，他才刚过来而已呢，对吧？有钻石哎、欸！哎、欸，杰克要快挖快挖一下吗？我去找他。好。你有门吗？还是我做一些门过去？我没有门。神秘啊！门过去。对啊。应该没死那么快才对。嗯。还是真的要做香菇阴影驱散大法，麻烦哦。你是说像那个吗？就是捕猎车那种，就是香菇，哎哎、欸欸，过去，再推再推，慢慢推，这里，哪里？你刚不是？我尝试去用看看好了，对我尝试去用看看好了。好，双绳拉出猪，双绳可以拉它吗？可以吗？我不知道。真的要的话，应该是拿掉看吧。跟这个猪不熟，我也跟他不熟。嗯，哦，我们差点就被困在这里面，直接完全动不了、欸。哎，天哪！海绵房哎、欸，拿一拿。嗯，他在哪里啊？猪不熟，不知道。
看，还没找到，可以用双手。刚刚原本有一个，这里还有一只大只的猪。对啊，弄一只大只的。这里啊，留言终结啦啊！我们有小只的穿过去，有拴绳的，看要不要来那个牵一下就知道了。嗯，因为我是敌对生物吗？我是没试过，我不知道。没有，他们不是有人讲说可以。我要说，我之前用拴绳不容易。哦，所以是 OK 的，不容易，是可以啦。因为他一样会一直想躲地狱门。对啊，他应该会反向一直跑走吧。来了，门，我到，我已经然后一直在门口。可是他绿绿的，他好吸引人哦。整栋门在绿绿的，没有不敢的。你有看到他大概是在哪一格开始缩吗？缩走，这差不多在这边就在躲、哎。好好，那等一下哦。哎，你别一直推，哎呦。哎，我在哪里？你也给我一些门，我去看看。我没有门啊，我这里还有，给你。哦，我在中间飘过去的。隐约可以，我们要把这条路全部变红色的。啊、这里变红色的，就是红色这个草。来来来，哦，对对对。我刚想说，我有丢，怎么就没了？好像被我吸掉了。哦，对耶，哦对耶，我自己那个时候在解一个人猪猪过去的时候。但他传过去之前，我给他命名啊。刚刚是没命名的话，要有人在那边啊。他会直接消，如果没命名，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先过去的，你那只小只直接被消失了、欸，对，地图刷被消失，被消失了。好，我应该过去的，对不对？我现在在这边等着，我等着你们把引过来。好好好好好。他在绕跑，下去啦，猪。他是猪啊！猪啊！他是啊！猪哦！下去了猪！哎呦！哎呦！我去哪里？干什么事啊？等一下，输气了。有没有绿绿？我要去找绿绿的香菇。哎、欸，哎呦！杰克，我找到了。我把他打死了。绿绿的菇。我身上有一哦。我去拿多壳一点。有要守卫的来反清这里哦。我只要把他收掉他生命的。要的你们，那我重生喽。有我在我TP 我就好 ，TP 我就好。好，所以有人在那一边的吗？我已经在这边了，我在这边了。那小雨要尝试先过去了吗？先把他推过去。这里有香菇哦，很可怕哦，快走哦！有了，他超怕，他超怕，他吓死了，他吓死了，他吓死了！快快，再插一个菇呀！等一下，繁星，你听过去了？来来来，你这样，我回家了。太烦了！我以为你要待在那，你被吸走了，好吧？我这，你把它戳在地上，没？你要把它戳在地上，那个红红的地上。他很害怕，可以直接把他堵起来。快，他出来了。有，我去对面。我再去多拿几个绿绿的香菇，好啊、这样他就会更害怕。好恐怖，白痴！就在那赶他，你给我过去，你给我过去，你快过去。他怎么会怕那个香菇啊？好像的本性啊，设定很酷。我还过去了，帮我拔甜品。他想踩船，我怕那个船，那个船，应该不会啦。那个船没有一格高啊。对啊，打掉好了，对吧、啊？哎、打掉。哎，所以他还没有来哈，还没啊，还没。好，那我再去引他。过去了，过去了，来了，完成，他在抖了，很抖哦。有了，他在抖了。他很抖、哦，好黑哦！这里是哪里？没事，他出不来。哦，对，对，还是你们要上来的路，那是你们要上来的路。有了，他变身了。好了，轮流被撞喽。哎呀，他借多一颗。他很怕，好笑。他把我顶到地狱门，不要啦。嘿嘿，哎呦，哇，他打得很痛哎，很痛啊。我一排哎、欸，他是打一排哎、欸欸，他这要过来吗？阿基，耶，阿基，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
好，我在接接。讲出来。叫什么？这什么？什么朱布里？好，那团团你先站在这里。蛮兵吗？还是什么？蛮兵，对对对，蛮兵蛮兵。你还在吗？还在，我还在这里。怎么卡住了？第二个对，然后我的听不到这边。来了来了，那去团团那边。啊，团那边。哎，团那边。蛮兵在对面。飞过去，飞过去。阿王飞过去。有吗？我怎么没看到？我没有看到。中间层对面中间层有看到？哦，有有有有有，在我刚上面那边。哦，我看到了这边。怎么会有人？这边这、哦、这几只是不是全部打死就好了？对，满兵留一下吧。哦哎哎哎！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我这里哦，我这里有一只，我这里有一只。就是受难的人吗？出事时候还有人吗？没有，因为他寄传过来了。我还没那个啦，击杀的还没击。哦，没有击杀，我们都还没吧。蛮兵，我大乱。对对对，没有啦，猪尸兽的啦，猪尸兽，那是第一只而已，那是第一只。对啊，那是第一只啊。这不是第一只。我的尸体在蛮兵旁边。我的也是。尸体站位。我的尸体。有哎有哎。有有有有有。好，重生了哦！好，我要重生。好，这里离刚刚那边近不近啊？嗯，看一下，史莱姆，哦、我还没被僵尸打哦。僵尸我也还没。哦，我刚刚好像是在找蜘蛛，对不对？蜘蛛晚上出去很多啊，晚上到处都是、啊，就草原上面跑一跑去。史莱姆，我们有找到沼泽地形吗？史莱姆，翻一下吧，翻一下那个 C 的。结果我是没有被深海守卫打死啊。哦，是哦，深海守卫算好找的啦。我是远古深海守卫，我都还没。哇，他去只过一张。哇，亏的，不要哭，太亏了。我只听到半夜的时候有人说：“啊，那五张不是轻轻松松吗？”玩了，玩了。跟那个去那边玩的时候，你知道每个人都随随便过过过五张、六张、七张的，超扯哎，好夸张，到处都有神装啊。对啊，是啊是啊。然后到这吃不起来，怎么就一张、两张？嗯哼，这几率是不是不对啊？有人是玩困难模式啊。啊好。哎。哎、欸，哎、欸欸，我是把我自己装备丢掉了吗？啊啊哦，好贵耶！那我的装备呢？哎、欸，还是你是出 bug？、欸、我不知道哎、欸，我还会把它烧掉嘞、欸。你妈、嗯，没事啦，烧掉你你看一下你的观众，你充修补能不能很很轻松啦，没事啦。欸哎、欸，很贵耶！往窟窿的，他要放招，他要放招了，他要放招，你要死了！嗯，我找哈基西道，哈基西道，唐吉诃啊，完了，出事了，出事喽！等一下，想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看一下回放，看一下回放，看一下回放。像烧掉了耶！好狠你！好笑，我好像按的太顺手了，就把它烧掉了。哇！你说丢垃圾吗？不行，丢丢。对啊，好狠哦！垃圾车谁的？我上次没有捡到这个，有人要吗？我这边还有三只，没有，我就一半一半了。咦？一只我的，哎、欸，不对，我杀过了吗？你看沙河没反应，就是你杀过了。对啊。哦、oh. ，啊，我想起来，你上次好像就是在我面前杀掉的。杀人凶手，杀人凶手，你记错了啦？没有，我没有记错。杀人凶手又是你，你记错了啦。我记得我没杀过，我要去。哎、欸，流毒快哦。
在这段海里面有毒有没有药？有毒。我刚刚看一下，我没有。蹲下就好了，不用挖开，蹲下靠近那个就好了。我找一下我哥，哎呦，我的夜视小果实还在的、哦。有没有人啊？我要走咯。有毒，我看一下哦。哦，有了，我有了。我来。找到吗？没有，没看到。我你就蹲下靠近就好了，那个射得到。嗯，我看看。找啊，找到了。音乐来，我快淹死了，快淹死了。在这里，快，开始啊！有了，感谢，哇，给安心去死。沉思哎，沉思，打那么久，来了。怎么有毒过充电？等，快打我，剩半个。那、啊、你要不要咬我？两层四也在做的，对不对？他不说我不咬我，他不想在水里面吗？你要泡下去，他才看得见你。有了，因为他头不能露出去。对，他要变沙粒啊！我没看到你们上面啊，海平面上。就这些嗯，下面哦，那是人，抱歉。有人需要先摸一下的吗？好规律哦！我需要被揍！哎、欸，不，等一下！不要揍他了，不要再揍他了，他快死了！杰克，我快溺死了！没有，我想说可以帮你控制一下血量。好、哦，感谢你，感谢你！再一下，好，一个不小心就下去了，嗯、hey, 没错，嗯、谢谢。哎，第一算是大概也只会睡一点点。还有吗？我还在这哦。你说沉思吗？对啊。有沉思已经解掉了。今天好常回家、哦。最常回家的一天。怪物最强的一天。真的，今天怪物真的都好强啊！你看他杀我们多少次。今天的 MVP 应该就是那只守在地狱门口的味道那个吧？不是脑鬼吗？哦，脑鬼吗？啊、鬼这脑鬼好像更多一点。对。哎、欸，僵尸啊，这棒哦！哦，这不棒要去飞。对啊，可以借个翅膀吗？对啊，翅膀可以借一下。我的没耐久、哦，我们还有几个没有。我等下去飞，等我一下。因为我想说要去找乔吃。我去找，我想要再找几次。好、啊，你想要再找几次？哎、欸，你有那我那个烟火给你。没有，我这很多，我自己很多。好，我想说刚好做一些。嗯嗯。那他直接飞给你看，体验动能。没有，我要回家，这样就快。等一下啊。岩浆立方，阿宇，你熔岩史莱姆解完了没？还没。好，我去找。我们一般史莱姆是不是要还要去找？要啊，要找那个、啊、那个吧。LC 的生成，对。或者是你如果想要到处飞，你就去找个沼泽，然后看看会不会有啊。嗯，很麻烦就是。想找一下，因为史莱姆其实就红石在用的，其他没有用处。做酸绳有啦，酸绳啊，酸绳，方便引动物。对呢，好久没遇到流浪商人哦，好想他哦。对啊，我们也需要，也需要弄他，然后羊驼，弄杀他。对哦，好想，好想杀，好痒哦。其实我在试一下测指令的时候，开这个地图来打开来看呐、啊，我不知道什么那时候打开了两次都有遇到流浪商人。这么刚好，没有，他不是每天有三分之一机会吗？我记得，哦、对，不是除夕就是流浪商人，还是说是我们跑出去，我们大家都跑出去的关系？没有啊，他自己常常在家、啊。哦，嗯，在，嗯，在。哦哦，史莱姆方，哦，好像有点烂，算了，下一把。哦，不好意思，我找到，可是我不会看这个。啊？我不会看他那个 chunk 那个怎么看？哦，好好好。
就是你 F 三家居啊，就是把那他所在的那一整格掏空，又是三，三加三。可是我是说我去找那个你用 seed 找的那个，可是我不会看那个网页是什么意思。哦，哇，这网页也太扯了吧！嗯。水晶洞都跟你讲在哪里、欸？有啊，全部都有讲啊，好扯哦！哦，去找云月的洞了，太狠了，太狠了！云月洞，在附近再找看看有没有像云月洞，对，特别大颗。你那个生成真的是很快。其实出生点附近好多洞哦。哇，我们是不是？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现在是要大家找属于自己的农场了吗？养自己的洞。沼泽地是哪一个颜色啊？那你直接下面搜寻那个 SW 什么什么的就可以了吧？它就会显示在画面上了。下面搜寻，我走歪了。我不知道你网页是不是跟我用一样的啦。我不知道，我就 see the map。对啊，然后麦块 APP 嘛。对啊。你底拉到底下。最底下吗？最底下不是什么 highlight， 然后生态域，哦、然后你打 SWAP AMP， 然后地图拉小一点，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哇，好远，远的。呀，重生点最近的、哦，苏莱姆。最近的好像是2500负1500，有一个负100，2700，负2700，负100，负2700。找什么东西？莱姆兄弟。莱姆。哦。我在找深海遗迹。最近都是负3000去了。应该说刚刚繁星那边有，不过我们都离开了。嗯，好对。好，那我去拿一个。发发，你武器有遗失吗？对啊，我把没有把它烧掉了。我给你一把。真的？因为我是装备啦。没关系，武器都还在。好。你可以把刀穿在身上。好的。苹果。有没有人可以外送一个黑曜石啊？那差一颗、喔，少一颗，差一颗，刚刚漏完。你怎么又少一个？呜呜呜！我来了，这里叫斗地狱门十颗，没错，是你的吗？是吧？弄的，通过的，想说要来弄。感谢。哦，小雨，你也想说要来杀他们，英国去杀？对啊，那我刚原本想说要去挖，嗯，忘记了。欸、让我先把这些小白木先看一看。残党都先杀。那个安德塔有一把公用刀，就勉强可以拿来砍了。好哦。哦。远古神砍守卫，容易有。击杀了。击杀一只，然后我去找其他另一只。这個。其实他三只还蛮好找他的位置。就固定啊、嗯、位置是固定的，他的位置是固定的。小雨，莱姆哦，岩龙岩史莱姆哦，史莱姆。那我先过去一下。喂，来喽！今晚我飞得到吗？啊、应该可以。今晚你想来点？来点史莱姆。我们是在看我的呀、喔，那我先来。五百。没事没事没事，我到了沼泽了。哎呦！哦，有机会了！我看到了，好大只，好大，好圆！到了，我到了！哦，好大！哇，那我是不是先过去？好大，好圆！对呀、啊，看看还有没有人要那个熔岩史莱姆？我尸体还在哦。我需要三角锥。史莱姆，我也是需要一个，我想要过去史莱姆。我过去，我过去他家那边。他去哦，嗯，到了那边。我来了。蜘蛛，蜘蛛，不要闹！蜘蛛。那边有什么？史莱姆、啊、没了，那团我帮你卡。史莱姆那边好了吗？哦、我哎，蜘蛛啊，看你什么死？
爱蜘蛛啊，史莱姆这边那个。哎嘿，谁还在史莱姆？等一下来了，哈基还在。来了。谁在？在地。我传。我这里，你要回来吗？刚刚那个三角锥在哪里？你传我。啊，怎么是这？快溺死了，快溺死了！可以回去，史莱姆人。我快溺死了。应该是花心的，找一下吧。我去飞。哦。什么？这里是哪里？史莱姆不见了。嗯。要走。这里，我这里有。啊，搭配两只绿苦力炮，这里有酷酷的圆骨。等一下。啊，等我一下，我等下过去。圆骨，我找一下。哎，不对啊，我要被守卫。圆骨就两个凸出来，那边挖下去。两个。所以圆骨还有两只没被打掉嘛，对不对？那一间的。两个凸出来跟这个我要预约一间，蹲下去就打掉了。那就两个凸出来的最底尾端那边挖下去都会有一只。我要预约一只，哎呦，三只固定位置。有要酷酷的史莱姆吗？我想要，看他啊，我挖不动。可以看。哪里有酷酷的突突的？史莱姆突突的。哎，那我要砍一只。打我电波。对，可是我要等那个团团他们回来。好了。等我一下，我去被电一下。啊！忘记我传你，我死回来了。那我要传谁？杰克在那边，我在史莱姆的。嗯，这还守卫那还有人吗？我这边还有啦，我还在。可以被他扁吗？打我！可是我快死了。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僵尸！哎呀！我也想等一只小只的。都被扁过了吗？没做到。史莱姆有人被，有还没扁过了。三四五六七，都被扁过了啊！那要收头的可以来收，要力一点哦，拜托。一只，这里还有有没有？还有很多只的。杰克交棒，杰克帮我一下。哎，我跟你不要哦，你把他咒死，我想说我要被他咒一下。我在史莱姆这，我在史莱姆这。那我去反击。咒其他只。打小只，打一只就可以了。哦，有了。哎呦喂！哎呦喂啊！在哪里啊？好喂，谢谢。感谢。还缺什么？史莱姆都好了，继续寻找翅膀。刚刚那个，刚刚是谁？还在守卫吗？我的尸体还在。好耶，杰克，不啦，团团。嗨，我们继续我们的工程吧。你要找一下那只吗？我想要被他揍一下。在这里，这边通常会在这边。这边刚打死一只，团团打死一只，那就是他另外一个伸出去的手。另外一个伸出去的对面，就两根长长的跟屋顶，会有三只。对，它是固定三个位置。对啊。哦。啾啾，啾啾嘞，啾啾嘞。到了，在我这。哇啾嘞。啊，我来了，我要被揍。哎，不是你啦，小智。不是你啦。揍我。揍我。传我。来了。还有需要沉思的吗？哎，白痴哎，消失的。沉思没了。哇，我是被小智打死了。我还在，再去一次吧。哦，原来是我可以先把小智打死。我尸体还在。哎，旗杆蛮可惜的，这边猪猪蛮多，一大堆是不是？嗯，不跑去哪？那个地形还好，那地形蛮会重生的。对啊。哇，还是深海守卫。阿发可以再传我，我还在。好，谢谢。我是不是要先把小子揍死？可以，可以，可以吧？对啊。我有了。最难。还有人要被揍了吗？要被揍？被揍？没有人想被揍啊！快点来啊！其他有了，但不是被你揍了。就快来啊！我尸体还在哦，大家可以传一下。有嘞。观众会想要被小雨揍。哎，我就想要被走了。没有，我就要重生喽。要走喽，真喽。我走喽。真的，然后你唱名两次、三次喽。我走了。三次成交喽。喽。我溜了。哦，又被按错了。猪嘞，猪在哪里？对，不是你
生不出来嘞，这个地。嗯，就把附近东西看一看。对，不然就是我们一起离开再走回来。一定是猪人太多了。哎，杀猪人！哎，一刀一个小猪人。没错，通通杀掉。啊，在占这个生的名额了。去哦，找到一只了。好，是哦，第一只，第一只。哦，那我要先去房间那边，我要种那个。好，你们先去。没有，我去附近砍猪人。哎，对岸，完蛋了。哦，好麻烦。我去砍了他。好。好。哦，别别，这里就一只了。哦，好好好好，我也看到了。嘿嘿。好耶好耶。哦，撞很高。哦，对，就是这样。进来进来进来。嘿，先封起来。还有人去对面呢。你先没有把它塞进去。哎、欸，你点开那个了？我还没点开，因为我想说我要等到他最靠近那边的时候，就赶快手速堵起来那边，然后封起来。哦，要不然我先过去。那加票，好，好这样。啊哥，被你好啊，我掉进来了，撞我。好，哎、欸，啊撞你啊！撞到上面的。你 TP 我们，TP 我们。啊，哎、欸。来了，我点了、哦。可以，你先点了，我刚好穿过去。你怕的哦，你会怕哦，你也会怕、哦。会怕哦，会怕哦，会怕就对了。哦，等一下、哦，先不要过来哦，等一下哦。哦，好。这个这边地形有点尴尬。过去。还在挣扎。去了啦，我说你就去了。等一下，这边旁边是一个峡谷，但我姐。哦，他有点肥，他凶了，他已经，哎呦，怎么开？就他，我觉得很好笑啦，强迫他，他很无奈，他最怕的东西，这样就好了呢，你觉得嘞？好的，你把它挖掉吧，没有啊，这个就可以挖掉了吧，它出不来，会的，因为刚刚是这个。方块在堵他的啦！哦，原来是方块在堵他。对，打掉打掉。哦，应该可以。你看，没了就嚣张了，吉娃娃。吉娃娃，真的哎，再嚣张了。还有，你不能回头，你就过去，哎、欸，他过去了，过去了、欸。哎呀呀！哦，那团团先看吧、哦。好好笑、哦，我毕业了，我终于一次过了，天哪、啊！哇！恭喜哇！恭喜你算得很好。你所谓的一次过是第九个过吗？还是没有就按一次就过？哦，嗯，好，下一位，我们来去运下一个。下一位，下一个一次过的应该要希望。好，这样挖开。找到中介城了，哎哦，加油！介福胖预备、哎，我先看一下这是不是有人找过的、啊？没有，先看有没有介福和胖。对啊，那个有，我们的地狱那个工人组可以轮流过去啊。好，我现在飞起来，我现在飞起来。好了吗？我真的降落了，僵尸村民。嗯，降落了。对，啊，我降落了，我降落了。啊，他我。哇啊啊啊！快打死我，快！我就停在这边，你们准头啊，拜托一下，完射不准，那还打哪里？完蛋了，今天很呛啊！哎呦，哎呦，我应该是会摔死吧？哎，不对，摔死就直接解掉了，对不对？哎，不好说，不一定，要逃的时间内吧？哦，那好，被摸到的时间内到。哎呀，就是把自己刚刚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比较实在。没错，阿旺来这，阿旺来这，下来，阿旺下来。哦，对，然后我把这堵起来，你过去一点，过去一点。哎呀，哎呀，哎呀，他这个 double kill， 就住在那里，我引过来了。所以还有谁在中介这边？还有没有拉来？我还在，我还在，我好，我再过去。我来了，
接福棒。哎，打我！底下那边，底下那边繁星有一个盖好的角落。对对，你还要钻石吗？等一下，还没，我还够，我还够，只是防爆卷快不够而已。因为他从10%，我从10%开始冲。你这么骂西巴，我真是听到。你要开！哦，成功！十掠夺，至少我压很久。好狠你！三四五六，哎，我等一下，我要去接一只戒符棒杀杀，我还没杀戒符棒，我也还没，我要杀了，哇，是啊，我这里有一只，我这里有一只，我来了，耶！我也来杀一只好了。啊，哎，哎，所以这个是没有船是不是，哎，嗯，有些不会有船，嗯，所以这样就是没有那个了嘛，就好吃。你要看他有伸手手出去，伸手手出去有25%会有船，很像码头。哦，原来接福棒不用杀，就是你杀，哎，就是不用杀。对啊，好像我跳杀了没跳通知哎，所以杀过了吗？我杀过了，杀过了吗？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有集体来屠城吗？对啊。哦，对耶。啊，想起来了啊，好像还是我要杀，我要杀，忘记了。翻来，好了，有我来了，我们继续引猪。杰克来，啊，我来了，我过去了。我先被人杀，等我一下。好。谁在这边挖东西？是谁？哇塞，请问有人要来那个地狱门这边一下吗？我在说哪个地狱门？有，我应该是。好，那繁星在这边。哎哎哎，那我要去打个，我要去打个戒符棒。还有在那吗？还有你这儿？有我在，我在戒符棒这里。我还这儿，我在，可是我在办公中。不是我在办公中。没事，你繁星在另一边的嘛？对，我在另一边。好，我引过去。哦，所以飘起来的时候是不能飞的，是不是？那我先撞死一下。打我啊，地府王！你穿这么硬，然后你叫他打你？不是，我是他一滴血了。打我啊！打我啊！笨蛋！打我啊！你靠太近了吧？他感觉射不出来。那不是我的问题。你喷出钻石嘞！小雨，你喷出钻石了。身上满了，很满的。没事，发言有点怪怪的。啊，这你刚刚靠太近了，你看他一直开关，要射不射的？好啊，好啊，好，我过去帮忙弄。哎，我过来了，哇，我来了，猪过去了，好，猪来了。这等下谁要杀他？我先，我等下再陪团长过去。你们在那挂着吧。你们在用的人先拿吧。欸，没错吧？哦，对，我来啦。那符合那边还有人吗？我飞走了。我等下找下一个再讲。你要再找一个。吼！我那时候本来是要在基岩上面弄那个猪不瘦的农场。哦。但材料东缺西缺，我就算了，不盖了。很帅，很帅。你要号召一群人呢，啊？那么材料他是缺，他主要是哦，有啊，我上还记得上次我不是挂着说谁可以送打火机过来吗？有，那是我过去啊，对吧，啊？哦，所以是为了要在上面点火，是不是？我忘了带打火机上面地狱门，我卡在上地岩上面卡很久，卡住了。录一下，哎呦，杰克可以来了啊，好快哦！我想说我要去打凋零了，我都有绿多斯，肯定没问题了吧？哎，对，还有很多人凋零怪，对，让我砍。哦，好，因为我也是要那个，猪嘞，猪都没声。戒符棒是不是固定一个啊？掉一个壳，不一定吧？我记得有复数哎，那时候我上一个版本的时候看到。我直接看到掉两个。对啊，那时候一个枪就砍了半组了，好多。所以这个也是没有船的。
去吧。哎，怎么不咬他、啊？现在外面是晚上吗？有人用你吗？没有，我一个人。我过了。来来来来来，你去吧，你去吧。我嘞。我烂肉不在这。你在不飞，我这边快没地方可以踩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阿旺，哎，躲起来，我躲起来。你都在逛了，你要不要拿一些装备啊？他装备有些会有修补，哎，你确定不要吗？对啊，对啊。你知道云月身上的修补都是那样来的吗？我的初期装全部都从那边来的呢。我充修补没几次呢。亏了亏了，赶快回去看一下。赶快回去看一下。我已经下一组没去，总是有下一个。啊，好好好，没有中介就这么就那几个而已了。中介有他的范围在。哦。对啊，像这张地图可能就十个，就这个就十个了，不会再多了。哦，是这样哦。对，他没有无限大。哦，中介城吗？还是对 对, 對中介城。那、啊、可是它范围还是很远啊，还是可以走了。因为是十个以后，你再往外拓一样会有陆地，但是不会有城这样哦。嗯，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在玩的时候啊，就再远就真的找不到了，没有城了。可还是你看那个小地图那个芝麻，看全部到处都是呢。哦，是啊、哦，那可能就要到更远更远，对，要飞更远，是不是、啊？哦，那就真的要超爆远的那种。好累哦，那就好，好，那就好，对对，那真的那就好飞回，我不小心飞回到上上一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没左边了，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没有看坐标，一直乱飞乱飞啊？我黑黑黑的，我就转圈，黑黑的我就对啊，身为一个路痴，哪需要看坐标啊？那一定是哦，你就回往住的地方跑啊，对对对对，往一个方向加，然后其他不要动，这样。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啊，给我看，给我学，我不要，给我学，你就看，我不要，我不要，你看我这样子飞快，我可以找装备了，我还找装备了，他先说回去找装备的啦，哦，假装迷路了，回去找装备，没有没有。杰克是上上一个，你那个是上一个。好好好，我气死了。嗯，这只僵尸就是不咬这个村民哎、欸，他们两个超感情超好哎、欸。感情超好，他们是好朋友哎、欸。可能是那个吧，以前是亲人吧。对。对啊，我他人还在，我咬不下去，他不忍心下手。会昏倒嘞、欸，这个。都昏倒了，还是僵尸仇恨其实在你身上啊？嗯，那你太近了，你把自己包起来看看嘞。我去远方看看，不用太远哦。你让他们看不到，对你只要让他们视野有彼此就好了，不要有你。你是多余的，你阻挡了他们。对，找不到哎、欸。所以你现在在旁边看着他，叫他咬。就我旁边不是那个有一个巨人塔、啊，对啊，我改一个称呼，改一个称呼，僵尸旁边的啊，哦，那是看在视野看到的，对啊，啊，哇，有攻击者哎，啊呜是怎样？啊呜，我从上面摔下来，啊呜，完了剩两颗，杰克还在中间吗？我还在，我还在，啊好，所以，慢飞，只是等一下哦，我来了，没关系，我可以。好，我降落了，我降落了，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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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不说那边还有人在赢，有，刚赢到一阵在赢，绿的绿的。我在这边等，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人在赢。没有，因为就是不升啊，你还要放啊，升很慢，要马上放了。不，哎，又一只，又一只，又一只，我看到了。我站在这边等，然后没有人在，表示空等。哦，哭了。没事没事啊，我在你旁边啊。我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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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不行，我想他们应该还没有要过来，我就在旁边挖个。哎，过去了，来了来了，这只好乖哦。对啊，这只很乖哎，它是乖猪。小雨，它绿绿的乖猪。猪猪，还一只哦，还一只，还一只啊！对对对对对。好哎，好哎，乖猪猪。双人餐，等一下。嗯。小雨，它变了，它变了。我来了，我来了，来来。哎呀！我的斧头嘞？有了，有了，有了，来。猪猪。过去了，过去啦！有了，过去了，过去了，这两只好乖哦！
我觉得是我们引珠有心得，有心得了，越来越会了。我们从见习到正职了，没错，我们是正职了。我们等级提升，就只是没有猪儿让我们赢而已。对，没有材料，对，不然肯定是第一名。对，没错，你说汉堡，没错。我有一只小只的，小只的。哇，打小孩，谁要谁想打小孩啊？我想打小孩，我还打小孩了。中间能够放岩浆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也可以放床，你可以试试看。不要吧。顾客过去到对面。你是不是会死掉，对不对？没有啊，床可以放啊，对啊，可以放。这只是不好赢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只要这样子赢。真的可以放啊，也不他跑走了，放了也不会爆炸。你先到对面啦。真的你先过去，你先过去。师傅在做事，徒弟过去。哦，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好，我错了。来厨房乱来。哎，厨房是我跟凡心在那边做事的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哎，哦，这只小只的真的不好弄。对啊，小只不会坐船吗？小只比较皮。对啊。哦，有了，有了，有了。你完蛋了，你要变食材了。对吧？再见了。要变食材，要变食材，变食材。哎，他真的是比较会跑。对啊。好了，过去。哎，过去，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还战斗，还战斗。我要打小孩。好坏啊！发抖。抖吧，小孩。发抖喽。再见了，小孩。送三回。好像又听到声音了，是不是？哦，不对，这是会讲话的，会讲话，谁会讲话？猪不说啊！欸、有，上面好像两只，两只，两只哦，两只哦，还有两个，两个名额，两个名额。哪里？哎，上面三只啊！哎呦，三只小猪啊！快点，快点，快点！谁要来？三只小猪！哎呦，大野狼，你不是大野狼吗？我们是三只大野狼。三只小猪，来，只小猪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哦，你要那个、哦？借我一下。你要被他打死啊！来了，哎，虎视眈眈，把猪视眈眈。哎、欸，太多了，太多了，三只。哎、欸，等一下，啊、三只卡在那里。哎呦，好了，一好了，慢慢一只慢慢来。啊，有人还要打吗？有吧？他们都没有啊。要八只，要八只。有三只，三位先可以传我们，然后到船门过去。欸、你身上有那个吗？我还是草的吗？我，那我先过去吗？对，现在一位都没来哦。然后我这里僵尸说明好了。你要先命名吗？哎呀，命名我没有命名牌。对啊，我是说，哎、欸，那个过来的要先过去地狱门，不然会不见哦。对，好，那我先去繁星那边。你先哦，过去，去现实。我站不起来，我站不起来。你怎么站不起来？你在干嘛？不知道，我不起来了。不起来，太开心了，是不是？不是我站不起来，完了。蹲一下，蹲一下，蹲一下。我蹲哦，好了。你没蹲呐、啊，对不对？对。我刚刚是直接撞死的，过去，撞死，过去，死才在冲傻啦，你过去啦！我刚刚飞一飞又飞回原位、哦，有了，过去了，过去了。等他变身，对。好，你先打。你先请。四张，哦，四张还你就不要给我。哎、欸，他走出去了，他走出去了。哎呦！有了，变大。哎呀，我怎么先被一个东西顶飞了？发生什么事？你被他顶飞了。过去，僵尸村民，僵尸村民有人要吗？僵尸村民有，等一下，我等一下这一单抽完我就过去。啊，有了，我先过去。有，谢谢。然后是，那我要去买单。好，最后现在是最后一个食材了。来，过来，最后一个食材，我是最后一个人吗？我不知道哎，还有人缺吗？僵尸他不打我哎。他现在仇恨是不是在杰克身上啊？对啊，食材回来，对不对？哦，是，对啊，食材回来，哎，不是我吧？不是，他是不是没有要揍我？没有，是我，不好意思啊，抢到了，插队了，拍死了，拍死了，半年了嘞。哇，猪，谢喽，两颗爱心，你回到四颗了，你被烽火台顶了，对。
拜、哦、有了，嘿，有了，啊，是的，好，你要不要过去挂号？好好，我过去，去挂号，你去挂号，先把臭死，让我挂号，那我先去再继续找、這個。那我逃生了，哎，团是没肉了，没了哈。哎、欸，外面没肉了，然后还有人缺猪吃瘦吗？有啦，一定有。嗯，要不然我不是打个一，还有吗？打个一，打过打一，打空，应该是都打，好像真的差几只有一个，打过了，七个了，哎、欸，真的缺你耶，对啊，他进打完就有了，我是第一啊，他进打完了，他进打完了，对啊。到谁？安心没打啊，我啦，安心没打一，抱歉，安心你没打一，抱歉，大家都有了啊，大家都有了吧？就不用、啊、那个收工了，好，收工了，下班，辛苦了，辛苦了，下班了，真好玩，学会一技之长，对啊，一技之长，赶猪，你会赶猪男人兽料理，猪师兽全餐。哎，那我刚那只僵尸村民还在吗？还在，还有人吗？我也还没。哎，他不见了，消失了。哈？哎，你说大家都太远了吗？太远了，是不是？啊，不至于吧？哦，可是，他你那个不是在村庄里吗？他刚在哪？我们不是知道在他附近吗？我们刚刚也在他家吗？还是？哎，消失了，好奇妙。那我是我们忘记命名他了。没有，可是我们大家都在这，照理说应该不会消失吧？在村庄里面跑到，应该没有。对啊，我们没有离很远诶，讲真的。对啊，嗯，好奇妙。应该是等晚上吧。我再晕一个，我是晕过去，然后给他咬的。对耶，等一下你们都咬完，我要杀他诶，我没有杀僵尸村，我也还没，我好像还没。快点，养多一点。那我们要转职啊！简单，你下面那个隐去，你下面那一群有没有？太多了，特摇，我吃村民吃到饱哎，对啊，好嗨哎！反正上面还会再生啊，对不对？开心的，假爸爸，开心的，是假爸爸哎，还在咬他，看他在给他咬，我在运第二只，嗯，是我要被他揍，我不是要杀他。没有啊，你等下就跳进去跟他在一起就好了。我第二只来了，在一起。盖起来，啊，盖起来了，啊，哎哎，铁头，不对，好像盖怪怪的哦。有了，他进去。哎，他是在抖吗？我还在抖哎，没有吧？他那个姿势其实怪怪的，你知道吗？他仇恨在他自己头上。走了，不是吧？这个姿势僵尸在看谁呀？要看别人了，他一直在看，对啊，感情就很好啊，一直都不打对方。我们离远一点，周围太远了，周围不能有。应该说他的视野里面，你看，有了，他在揍了，但是他又不，我是逼不得已的，不能被他看到，要看到他会以玩家的仇恨优先。对啊，那我们离远一点，但是又不能太远，你就把他的头的位置挡住他，挡住。玩家这边就好了，没错，是挡住的，没有，下面这个也算，下面他会往下看呢，他会看到，对，要改，对，要把它搭一个密闭空间这样，没错啦，那剩另外两边，旁边都看，这样就好了，开咬了，哦，开心，开咬了，啊，这样绝对会咬，有了，小雨可以下去了，对吧？走到空，去感染吧，去吧，来了，我来了。先脱个衣服。哦，哎呀，脱衣服了，哎呦，好热哦！哎呦，今天开场不是大家都全部脱过了吗？对啊，奇怪了，没看过这么辣的。哎，我要杀一只，这个直接杀一只，拿斧头砍啊！哦，对耶，稿子也可以啊，反正就啊，对我有稿子啊。凋零骷髅完成，耶！ Yeah, 谢谢。作为我砍过凋零的吗？没，哎，等他有吗？要砍凋零，我现在在等啊。哎呦，我砍，要插石壳，石壳，那个秃头，对，哦，啊，那你还没被蜘蛛打死过？
连带技。哎，对耶，我刚哇，刚刚那个史莱姆，哇哇，你刚才没没打吗？我没有击杀，我没有击杀，哦，我也没击杀，忘记啦。啊，我完了，再飞一次吧，只记得被打，忘记打他。哎呦，我再过去一次，我再过去一次。忘了这礼拜该做的事情，上礼拜该做的，没错。沒事，哎呀，没事啊，我连杜鱼都还没打，我就不要咬死。就打杜鱼喽，该被打一下喽。我是打的杜鱼，忘了被他打死。啊，那我等一下到杜鱼再叫你。好。村民还有吗？还有要吗？僵尸村民。我要击杀。这里有多一只。好，我先回去。我也要击杀，只不过有需要多一些。还是谁的防爆卷放里面没拿走？啊，我的啦。啊，没有啦，是可以杀的吗？谁的？那应该是我的，那应该是我的。我刚大成功，我没拿走。嗯，很大成功哦。对，迪克该来喽。可以跟有人跟我 switch 一下吗？你在哪里？我来，我来，我在地狱堡嘞。好啊，矿车红。哦，好。哦，小雨来，我到了。哦，等一下，这边有一只我要被打死的东西，等我一下。你要被打死的东西？我有你吗？对啊，他突然飞到旁边。那阿进，你要不要来杜鱼？杜鱼吗？你要过来。对，好好好。不是等他被咬吗？对，等他被咬。啊，怎么又有一只？我拦住车了。你拦住？拉进去，拉进去。对耶，凋零骷髅。你要吗？我现在在这边，那边，在这边，在繁星那边。哎，刚好，刚好，刚好，去摸他一下。看我，差点爆掉。我在迷中步什么？迷中步，你说隐形吗？原本一个直线，我在那边跳 S 型。没，你在这里。真法不知道。嘿嘿嘿嘿。哎，嗯，还谁？因为他绿绿的。哎，前面超多，快冲去吧，小雨。好，那边啊，冲那边那边。就决定是你了，帮我挡火。我被他打死过了吗？我忘记了。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我先打死一只。不怎么得，没了，没了，没了。没事，没事，我看一下。还有僵尸村民要的吗？哎、欸，我还没，我还没。我用，我打过了。你是说哪一只？你是说会掉岩浆棍的那一只吗？对，岩浆的。好，收工，收工，辛苦了。啊！他出来了。不要突然刹车，飞着飞着不要突然刹车。还有700个。小雨是有啊，用那个啊，找烈焰。对啊，我这里。嗯。来的。哦，有了，我看到他了。吐啊！吐啊！等晚上了。吐啊！玩家是不是死掉页面那个就会重算？夜妹也会啊！啊，好吧，哇，不能死了，哦、难怪剑都没有出现的。哎，真的哎，夜妹开始有而已了，下次了吧？嗯，没错。难怪我还想说怎么都没有看到，今天特别安静。对啊，大家都在一直狂死，哎、没有活超过三天。有活超过一天吗？对啊，三天才会生夜妹，应该算吧。哇你好扯，太幸运了吧，真的有点愉悦、哦、啊发你直接无情把我的水位弄掉了、啊、对不起，哇哇我现在点了一二三次失败的哦对不起，直接拿走、欸、而且是刚好34耶、欸、刚好就是有的时候才过的、欸真的假的？对，刚好的。啊，我给你钻石。没关系啊，没事没事。眼泪在掉了，我是眼泪在掉，没事。真的，我给你钻石啊。没不一啊，你拿走，你拿走，你下次有好康的挖钻石地点再跟我说。他肯定的。一定找最大的给你，最大的钻石，你就敢哪一天就要看到发发真放原矿的，怎么怎么这边有哎、欸？
还偷偷放了三四个同在一起这样，垃圾都自己放的，这是矿脉吧？这是矿脉吧？矿脉，哇，这里好多哎，钻石矿脉。啊，怎么这个矿脉就只有原矿而已啊？没有别的呢？还有人要渡鱼的吗？没有，没了，没有我就走了。啊，好像。哎呀，你我要传椅子是为了要去那个。嗯，总结你要打龙了、哦、是吧？找什么？你要打龙？没有啦，我要修我的稿子。哦，哇，对哦，我去找哦。嗯，没有，刚才画面有点有点，画面怎么了？有点啊？为什么？有点十八，是血腥还是暴力还是裸露色情？是哪一个？哦、你把黄标全部都讲了。对，我只是好奇。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哎呀，有 boss 哎、欸！可恶，我在等史莱姆，你们去打吧。有人要打赤足兽吗？打过了，打过了，打过了。哎、欸，好像要去打副本了耶！哎、欸，对，今天有副本，对耶，你们的副本打了。算了算了，今天算了，没打。可以直接打最简单的，打一打就好了。啊，算了，至少有券啊，有券可以拿哎。对，拿券拿券拿券，抽。那有没有打过副本的？要不要等史莱姆帮忙一下？那我过去，我打完了，我输了。你输了，你输了，因为我被他缓速弄到了。史莱姆，麻烦你了，我过去打副本了。这个飞一下就有了吧？哎、欸，那我也要副本。组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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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的，我走。嗯，来，来 TP 来了，来了，到了。我在门口了，我在门口了，来。好，要在这些格子上是不是。要发光嘛？有发光就可以吧？对，发光就有吧。来了，哎、欸，等一下，先穿衣服。来了，你们够，我怕我等一下进去会到人。再远一点，他把我们打死。大派五，阿基要不要先去打 boss 啊？我打过了，打过了，要走吧。负三百正二那边，走，够了，有了，有赛幕了，有赛幕了，耶！等下把它过去，好耶，好，忘记把剑拿回去吧。红的不要踩哦，红的不要踩哦，会出事。有红的，哎，对耶，哎，红到外面去了。红到外面去，红到外面去。有啊，今天死到都没吃东西。欸、真的哎、欸，有哎、欸。完了，晚上。哎呦，砍到人了！阿姨了，晚上了。好痛哦，我剩两个。帮他，帮他去那个，去那个。摸蜜蜂。对，我想不小心打到他了。我好像不小心打到了，我要死了，都死定了。我刚砍了一下他发。好，难怪两个。这就是我最怕发生的事情。我不是故意。哦，你要是是影月打到他，应该就先躺在地上了。对啊，如果影月他就已经死去了。红色是什么？不要踩。不要踩。他的那个扫雷招。那个是糖，可以捡来吃。才不行。哎，有石头哎、欸。我捡一下啊。不见了。哪一只掉东西呢？不是，那个应该是直接清除吧？不是，地上卷会消失，也太硬了。出来的话，哎，谁的卷？有卷哦，有卷哦。卷，我没有捡到卷。啊，我吸到一张了，吸到一张了。地上还有，地上还有啊，还有一个。地上我来了。哦，强绿耶，妖精。好棒哦，强绿耶。我看到一张狂暴，一张强绿，我把强绿丢出去了。哇，你真正啊！你人好好哦。没事，自己点得。谢啦，有没有人要杀史莱姆？这里还有两只最小的。打了，我打了，打的。我来的。哇，我现在打。现在打，我把剑放回去。有个我等一下回来。会掉哎，好猛哦！很狠，掠夺够高，真的好猛。哇啊！拍谁？你差点被我捅死。我不要把我推出去。那我想要出去，我要怎么出去？还有人要塞姆吗？我出去。哦，走那边可以出去哦。怎么解？要塞姆吗？解了。
啊，看来是没有了。他绿了，他绿了，我砍了。绿了，他绿了。啊，那我这个我也要砍了，这个我也要砍了，这个我也要砍了。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不是，是绿了，是绿了，然后我就把他砍掉。他直接身子往前吸了一下，然后就往后跑了。对耶，我是不是不能，我不能打了，我要等杰给杰克尾，对不对？好爽哦，快跑！还是不用。你看杰克要不要去尾、啊？我尾尾尾尾尾，因为对啊，虽然我是只有掠夺六还七而已，可是感觉给杰克比较好。等我一下，我要先回家。有在家吗？我在家。好，我先回去拿装。哦，那是女巫。嗯，哎，飞错边了。嗯，有人还没被蜘蛛什么打的吗？没关系，下一次吧。哦，好，小王这边好多蜘蛛。喂，噼里啪啦蹦，那边那边啊，不要你啊，不要你啊，不要。牛牛这里哦，猪，为什么小雨啊？撞什么？又撞小雨？过来而已。那边我看到了，好气耶！那你揍他。有了，不要尾掉，不要尾掉，有，很多吗？你们捡，我身上很多钱，没有不多，好可惜哟，十八颗，不过也还行啦，不小补，是一共八颗还是一人两颗？哦，不用不用不用，全部，那没关系啊，那你们拿不？你们干嘛？太少了是不是？你可以给我，也可以给我。不屑拿啦，这一点小钱拿完了。没事啊，没事。我拿。有人在家吗？我在家。阿王在。我要去打副本，我快速打个副本。诈骗。哦，你还没打副的？还没有，他刚刚在找 boss 啊。客气。你快速打。那我们改在那边，你一定可以速打一下。打副本，那我们直接去楼上看他好不好？我们打这个，打小僵尸哦，是有啊，那我下去了，那我下去了，那我下来了。好的，好的，耶！有一坨的可以给我，谢谢。哎，这边有一大坨啊，这很多坨，自己找。对啊，这真的是很多坨哎，到处都是。对，哎呀，尤其是平原这边超多哎。啊，你僵尸被揍了。什么一般的僵尸、啊？哦，那边是什么？好多！好多哦、哇，来了！僵尸王是不是要出来了？好多僵尸！哎，没有了。开心耶！好多僵尸耶！哦，你看到了，这边就一堆。僵尸王说：“我们打到十一点了。”又是血量没有那个如果僵尸王。对。耶，完成。哎，时间抓的差不多哎，云月你打完了，我们也差不多了。嗯，对哦，很会抓手，金色的都在地底下。对对，哇，我刷了16本，太棒了，十几趴，30%，70%吧，拉上来了，哦，70%，哦，我还多赚了两本书，哦，丢垃圾抓到，而且抓对，是丢在你的水沟。捉水沟，他不是水沟。鱼池，鱼池。好过分，直接说水沟，好过分。然后又有人在丢，我的游泳池被说鱼池，这次是鱼池被说的水沟。水沟，我觉得游泳池要好一点，算了。我打鱼到啊，好过分。哎呀。今天到这边啦，感谢大家。好啊，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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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哎，不是，我找不到我之前挖水晶矿的地方。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插一个独立的火把啊，但是怎么发现那边平原被插满火把了？我好哭哦。好啦，我们等一下玩鬼抓，不是鬼抓人，抓鬼。好，那我去尿个尿，等一下哦，游戏中断。怎么突我有26个人，有病哦！等一下啦，怎么那么多人？我看一下哦，天的裸回锅啊，预计唱起来。
是吗？哇，好多、哦，好开心哦，活泼起来了。画画没有画画了，我要去，我要去去去。哎，隔壁的抓鬼了，抓鬼了，还在回锅，还在回锅，抓鬼了。谁尿尿？游戏。画画，等一下回来聊。好。等一下，那我们魔域宝贝先关。我怎么点那个？啊，等一下，算了，先。我连角色都还没创好，就又要关掉了。没事，明天再创吧。不然一下可以赶快创一个。不要，我还在研究我要怎样让妹子长得可爱一点，虽然好像都长一样。她只有头像可爱。我的名字也可爱啊。你名字有点太可爱了。你该不会叫小可爱吧？没有，他已经不能叫了。嗨，别滋滋。文宇小可爱，不是小可爱文宇，不是，我选四个字的文宇宝贝。No， 文宇，请问是中文还是英文？不是，他是我宝贝的名字。你可以赶快先创哦，他还没回来。我已经快了，好快。刚想说，好吧，我觉得我要犹豫名字应该要去很久。啊，还没完哦。他们才刚创角色呢。啊，讲什么 ？Joko 小可爱啊之类的啊。那个小鱼，说出你的 ID。